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离岛。离岛这首歌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就道尽了我这个人天生生下来就给人家有一种我也控制不了的距离感。可能是因为头上长角吧，所以就是要很亲密的逗弄别人的时候会要保持距离，免得刺伤别人。但是今天我特地挑战我巨高，把自己吊高高，就是为了拉近贫富之间的差距。毕竟今天是七号，既然是七号，我想我的诉求是，当你心里想做一件事情，所有人就会帮你一起完成。不知道他团队有没有偷我之前讲的话，因为我记得我很久以前就有讲过，对不对？欢迎大家来我的离岛。知道有很多人千里迢迢的，我昨天有听到新加坡腔，有新加坡来的朋友，对不对？还有广州来的朋友，还有哪里来到离岛？澳门、山东、温哥华，坐了好多好多好多个小时的飞机，就为了看我吊高高。嗨，三楼的朋友，还有哪里呢？香港，香港的朋友，对不对？希望之后你可以去香港唱一下。还有哪里？台北。我的家。